中国是咱台湾往来世界上大的外销市场，也毋过伫去年九月份的时候，中国汹汹禁止进口。农委会嘛，当地用各种管道来解决。啊，那昨昏农委会嘛开记者会，在推广往来世界的加工品。农委会即马嘛表示，卖第三代鼓励农民改进罚款。啊，毋过台东县的农会是表示，改进的收益其实是无往来世界遐尔好。啊，若要改进啥物，目前嘛也伫思考。我桌顶的往来食客加工品，那会使拍瓜做饮料，阁会使加做保养品。现主是往来食客当咧大出，但是上大的外销市场中国，今年九月煞禁止进口，各拢受到真大影响。因为新鲜的往来食客也无法度出口到日本、韩国，现主是当咧以蛋糕、加工品等等的方式推广。气泡饮我们预定啊，要今年要达到有800万的这个营业额，果干或者是这些冻果所做成的冰淇淋，大概是有3500万的业绩。加工品的目标是3000公吨，目前刚才完成要1000公吨。除了加工，政府也第三代鼓励农民转做改种大白色茄等等。从前年的9月20号我们开始推，转做目前已经有360公顷。那我们希望今年年底可以达到500公顷。但是呢，要种什么作物，实在如果以经济价值来讲，还是以凤梨市价最高。即使它现在崩盘到这种情形下，它还是维持了一个基本的一个量。戴金通表示，虽然往来食客价小甲进前同期比平，落甲剩一半左右，但是收益也是有基本的量。目前加工品出口等等措施虽然有一定的效果，也会使延长往来食客买卖时间，但是要消化全部的产量，搁会拍拼。记者郭文鼎，台北报道。